大家好，我是明子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皇家骑士团的一个最终章啊，然后这是最后的一次编程啊。其实装备这样子不用换了，我们直接进去吧啊。好，这边剧情我们看一下吧，因为这是最终章了，变得非常的巨大。我们看到一个像魔法图文的那个地板。好，堕天使在这里啊。非常巨大，然后慢慢下来，会召唤一些黑暗的一些怪物啊，非常厉害的圣魔，变成圣魔状态的夏赫尔。看了这个瞬间，乌托利的神之手成为了被称为魔王的存在啊，现在是完全的堕落了。区区人类是永远不可能理解神的本质。就如同笼中饲养的小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一样啊，被神创造出来的东西不可能了解造物主的本意。可悲啊，人类不过是神与魔的代理战争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罢了。还长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角，他这个血滴下去啊，会召唤一些黑暗魔物，是暗忍者、暗巨人啊，还有那个黑暗沙龙骑士。四肢，好，这是最终战了。那我们这个最后一战的话，你必须要装备那一把圣枪，不然它有一个结界，你没把它打开的话，它是不会受伤的。你怎么打它都不会受伤。啊，就是这把圣枪啊，这把圣枪必须要装备啊，没装备的话，你这战就过不了。啊，因为它这个人，它这个圣魔，它有一个结界，不把它打破之后，它这个。没办法使他受伤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他这个是完全变成黑暗系了啊，神圣化的魔，既无任何杂，这什么？这字都有点乱了啊，看不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些啊，这些动章之前给大家也看过，这个是血十字啊，25名敌人的血作为代价换来的。可以令周围三格人物敌人感觉到恐怖啊！那如果感觉到恐惧的话，我方的攻击力会降低。如果跟他靠近的话，攻击力可能会降低啊。好，这人间蒸发，然后这个是天曲，威力90，安息日，这个会引起全体状态异常。好，他这个人物32级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召唤出来的这些怪物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拿着神将器啊，装备的特别好，黑暗猎手、黑暗巨人、异界巨人，这攻击力比我这个普通的巨人要强大，对吧？我们这边也有一只巨人，好，我们巨人的话，我们这边给他。来个巨型冲击，哇，才7点血，不是吧？吓死哥了，防御力全满了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魔法啊，这魔法是上一张继承下来的，所以这魔力还有的，然后魔力有的话我们就方便了，先补充一下。好，这魔力还有，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杀了，直接上前来打。恶魔之握，我们把这个主角给传送过去哦。传送到圣魔那边，把那个结界给打破，不然不打破那个结界，他没办法受伤。好，我们自己治疗一下，有东西治疗还是很方便的。补魔，
好，我们塞尔环妖术师，先把这两只给杀了。死了，应该是死了。好，这圣魔的话应该要开始使用那些超强的技能了。他使用的技能大部分都是全体技能。哇，这个一阶技能还装备了那个可以瞬间移动的戒指，防御力好高。人间蒸发，哇，这个是像风筝一样强，强连敌方的他们自己人都打，呵呵，太狠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无血术就有用了，可能会死一些人，不过没事，我们这边有复活术啊。复活现在也是复活不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它传送过去啊。哎，传送术我在巫妖这里啊，我也是无语。那技能不要管他啊，技能不要管他，我们来直接杀 boss 就好。补一次血，他少一次，没事啊，让他弄吧。这技能防御太高了，可能才一点点。我们可以尝试一下，你在这边其实对他使用魔法没用的，所以现在有用。堕落又召唤了，哇，黑暗沙龙骑士召唤两只啊，他十几只他就会召唤几只出来，他场上总的就是四只。哇，拿了那个神剑器，打了好多啊，打了好多，你看漆黑之铠连这种杂兵都有，这也不算杂兵啊，这是灵界四武器之一啊。布里欧纳克是黑暗属性贯通 IP， 有激励发动必杀一击就可以让你一下子死掉，非常的厉害，攻击力和防御力十分出众。我们赶紧把结界打破啊，这样子的话很难杀的。哎，我不是要把它传送过去吗？然后其实我应该刚才应该多装备一些回复魔法啊，不然这样子的话真的太难杀了。治疗一下，这妹子快死了。我们这个恢复药也多了去了，这不用的话到后面留着也没啥用。对，我们还有那个宝石啊。啊，我用刚才用的那个啥补血的太多了。破了。
他这个机械破了，这样子打他就会失血啊。我的机械竟然被打破了啊！我说你创造出多么坚固的障壁啊，在你自己创造的这把圣枪面前，那样的机械是没用的。他自己的东西变成用来打倒他的东西，他说你太自大，真的恐怖。现在开始，好，现在才是真正正式的打。他血600多啊，600多，我们这个石头砸一下，他应该也损失半条命了。他防御高嘛，所以这砸他也就那么几点血，才11点。我们连击也多，因为法力智力高的话，那连击率就越多次，这个砸了又越多次。好，还有500血，砸一下100差不多。好，我们可以用一下那个宝物啊，这个毁灭球，再召唤破坏神。那这个柱子好漂亮啊！那全体的啊，全体攻击的，我们得了好像2颗吧，好少才15点，应该给将军使用。他武力比较高，是不是跟智力还是武力有关？我也忘了。巨人这么多只，哎呀，安息日，这姿势不错啊，他也是全体异常，全体异常，可能又有人要出现一些状态异常的，炮，是混乱吧，失去自我，这混乱会打自己人了，结界消失，就趁现在把他挡倒。打自己人了，我的天！哎，刚才就不应该救你了，还砸我！毁灭之躯、天使之果、智意精华，就完全恢复 HP。刚才使用就奇怪啊，怎么损失那么多，一下子就恢复了？好，我们把将军也传送过去啊。已经打的比较多一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将军打完之后到这边来吧，90点还可以啊，升级。圣枪打他好像也挺多的，我们先恢复一下气血，把他们技能也补一补，没事啊，反正他也没咋受伤。加起来大概100多左右啊。连续的砸几次。啊，这混乱还没好，我们给他治疗一下，看能不能治疗。啊，看这边有些什么治疗异常的药没有啊？看一下这个干嘛用的啊？把号角战斗暴呼，呼叫暴风，试一下。这东西好多东西都没用，都聚集到中章了。这好像变天气了，天气变了。空一格攻击，
他这个跟他靠近一格的话，尖晶会被他那个扫中，被他那个翅膀扫中，他那个是无法防御的，所以跟他贴近打的话挺难打的。这巨人对巨人在那边玩猜猜拳，很少啊，这个很少没法防御，只要你跟他靠近你就会受伤，而且那个是白白被他打的。天曲，哇，威力好像特别强大一样，120。这混乱还没好啊，这混还对自己人使用毒云，还好没中毒，还升级了，我的天！所以他忠诚度还不是很高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加一下血继续打，还剩下200多，快死了。使用这个第一只门有用吗？试一下啊。70点反而更少。这样我们不会砸中自己人。感觉他的头怪怪的啊，这堕天这圣魔。这巨人一直跟在我后面，一直跟着补血。反正不要去理他，你杀死几只他又会召唤出几只出来，你杀不完的，只要杀 boss 才有用。好，其实这个恶魔之握也可以来把这个龙骑士给杀了，杀龙骑士。打久了他也会死了，因为他血也挺多。很少，又要很少了。拍下去啊，这没法防御啊那种，而且是必中的，又是使用这个天曲，集中一点，然后攻击下来。威力特别强，120。他嘴巴还好大哎，变成像一只动物一样了。这哪里？其实他是头发啊，头发披甲。不过这外观造型看起来像一只什么怪物啊？好，最后可以送他归西了。还剩下4点，我们拿圣枪，最后一把圣枪把他杀死，用你的圣枪把你打死。感觉像石化了一样，完全破碎，又变回原样了。我躺在地上啊，又变回漂亮的天使。神啊，你难道还对无见死不救吗？你已经听到无论声音了吗？那个不吉利的奥加战争以来，我一直为了你不惜一切，一刻不停的在战斗。堕入黑暗的你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，神的爱传达不到黑暗住民那里，对于你们来说，即使是无死即是无，你已经无法返回天界了。你前面的道路只有一条啊，是在神创造的宫殿里获得永生，还是完全的消失？又要返回那个寒冷的黑暗世界吗？干脆连这个世界一起。就是啊，他这个是要自杀了。放弃吧，你已经逃不掉了。不久，这个世界将化为尘埃。
无法实现，这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，想让神爱者无根本就不可能。他说他还爱着神，一直没有改变，这份狂热就是因为对那的光芒的渴望，已经没有时间，一切开始融化，这就是完全的死。啊，少年和吾一起消失吧，前往连记忆都抹消的永远之无死亡，才能使一切归于平静。好，使用最后的力量啊！他们要跟他同归于尽，他要跟他们这样。是他们，我们的主角也逃出来了。好，整个神殿已经崩塌了。这是最后打完通关后的剧情了。好，又回到人鱼这里。回来吧。好，那这个皇家骑士团外传这个版本就全部都通关了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先做到这里啊，大家拜拜。